那你有这样的人吗？有一个。谁？你。哦，你怎么来了？共党的人马上就到了。我必须得来，因为新来的共产党领导人是我的弟弟周大海。你弟弟？他没死。怎么说，刘云祥也是共产党？这我就不知道了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不行，你不能去刺杀特使，这样太危险，我会想办法说服他们换人。如果是这样，那我该怎么打入他们内部？我马上向老板汇报，你等我消息。丁奎答应了，他必须答应。王思义来过吗？来过了。我骗他说让他去执行自杀任务。如果他是军统的人，他马上就会通知肖斌，肖斌也会立刻去通知重庆方面，这样我们在军统内部的人就会搞清楚的。如果他是军统的人的话，那很有可能杀害我爸和高明远同志的人就是他。也许我们搞错了。我要见军统的人。这不行，上级规定只能我单独和他们见面，避免我们过多的被暴露。我必须见他们，这是个机会。什么机会？让他们交出杀害高明远同志和我爸的凶手。他们想要偷盖骨，我们可以用这个逼他们交出凶手。好吧。来了来了，他们来了两个人，你们上楼。好。有什么紧急事情不能在电话里说？有个人要见。计划我都知道了，你转告大海同志，我一定配合行动。但是刘云祥的危险很大。放心吧，刘云祥能安全回来。但愿吧。肖先生，刘云祥是我的朋友，帮了我很多忙，他今天有很重要的事要和你谈。我要杀我爸和高明远的凶手，还我跟我爸一个清白。头盖骨在哪儿？把凶手交给我，我就把头盖骨给你，二哥可以作证。你真的愿意用头盖骨换人吗？嗯。给我点时间。三天。好，就三天，请先出去一下，我和周先生有话要说。周先生，别耍花样了。刘云祥是您的人吧？他只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。对了，我们已经有了自杀天皇特使的核实人选。是谁？一个能够接近天皇特使的人。他在没有完成任务之前，知道他的人越少越好，对吗？对。那我等你消息。嗯，告辞了。
我们正在给重庆发报，请戴老板定夺了。老爷，这是北京商会联名聚宝小姐的折子。梁子，哎，跟我去警察局。哎，刘云翔，会来电话吗？时间还没到，不要着急，要冷静，冷静。再等十分钟，不要让佐佐木心理上产生巨大的焦急感，这样的话会影响他的判断力，我们成功的把握才会更大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他随便拿一个人交给你怎么办？指纹，我们有这个人的指纹。指纹？对，我们在军统内部的人已经查到杀害高明远同志的人代号叫钢针，但是没有找到他的照片，却从档案里拿到他的指纹。那如果他们说的这个人已经调到别的地方，或者说调回到重庆呢？还或者说他们说这个人已经死了呢？前几天我们截获的军统电文里还提到了他，戴笠命令他继续留在北平。如果肖斌真把王思义交给我们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？时间差不多了，我打电话。等等，把周雨欣带来。嗨，你晚了。你答应我的条件了吗？当然。什么时候交换？你把查理放在美国领事馆的门口，我就告诉你头盖骨的下落。不可能，见不到头盖骨我绝不放人。你没条件跟我谈。我有。你等着，有人和你说话。走。是刘云翔电话。我不接。你不接就找不到他。就是找了他，我也要杀了他。他们抓了玉琴。佐佐木先生，你跟我之间的事情跟周雨琴没有任何关系。刘玉强，我们的交易做还是不做？查理在哪？见不到头盖骨我绝不放人。那周雨琴呢？查理和周雨琴我只能放一个。你不放周雨琴，我不跟你交易。那就没得谈了。喂，怎么样？他们不放雨琴。我想佐佐木为了要头盖骨应该会把雨琴放了。我也这么想，他这是在考验我的忍耐力。可查理还在他们的手里，如果查理说出来有假的头盖骨，我们的计划就全部泡汤。必须争取时间。云翔，答应他先放查理。那雨琴怎么办？我们再想别的办法。我们可以再等等，也许佐佐木会妥协的。多一分钟的等待就多一分失败的可能。我决定了，先拿假的头盖骨换回查理。雨琴是你妹妹。我知道，云翔，给佐佐木打电话，同意交易。二哥，不能再等了。
现在通知左佐木，这是命令。刘一翔答应了，他居然要的是查理。这么说，他根本不在乎周雨晴。他不会的。这次，我要刘一翔跪在我面前求饶。随着天皇特使的临近，国共双方围绕着刺杀细节展开了讨论。为了把戏做得逼真，刘云翔决定把仿制的头盖骨作为献给天皇的礼物，以获取接近并刺杀天皇特使的机会。有把握看不出来吗？不是专业的人他看不出来。上就这么指示。上级认为你的计划很冒险，让我们再斟酌决定。所以送假头盖骨的时候你不能出面，玉琴我会想办法纠正。玉琴是因为我才被左佐木抓起来的，左佐木见不到我一定不会放过玉琴。而且我们的行动计划已经开始实施了，我要亲自把头盖骨交给左佐木。就是因为玉琴在左佐木的手里，他们会随时拿玉琴来要挟你，你根本就不能完成刺杀任务。即使完成了，你能把玉琴丢下不管，你一个人自己跑吗？大哥，相信我，我一定有办法。我不相信。置之死地而后生，左佐木他要的是我，不是玉琴。抓到我，他才会放了玉琴。二哥，让我去吧。如果玉琴真的出了什么事，我刘云翔此生都不得安宁。再说了，我们现在没有时间改变我们的行动计划。鬼子的天皇特使就要到了，让他安全地离开北平，是我们的耻辱。梅芳，你同意云翔去吗？同意。